我们宜兰孩童寺庙长期以来啊父兼母职，所以呢很了解照顾孩子的辛苦，特别重视育儿福利措施，要帮忙啊父母把孩子照顾到最好。县府在4月1日开始办转为亲子馆，是宜兰县第一所运用校园空间规划设置的亲子馆，目前以本县已经设立5所亲子馆，今年呢后续也会跟各乡镇国中国小合作，逐步达到1个乡镇1亲子馆的目标。